所以你们在问我说这个节奏有对吗，什么东西有没有对吗？事实上这个现在已经是谈不上什么对错了，人家拍子打得准，然后这个自己能够发挥出来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你们现在反正就是一直谈嘛，谈到你现在觉得还不错，可是再一直弹一弹，你觉得好像还不够，对不对？然后再一直弹一弹呢，那弹了以后，几年以后你会发现，我那这个时候弹的还是感觉上还不够就对了。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一直弹的，后来你没有一次弹自己觉得很满意的，可在别人眼里面觉得还不错的。以后你们熟了以后的，像，像这首歌的话，当然女生是唱西调是可以的，对，西调有的时候也嫌高一点，唱个降 B 调啊，然后你们自己都可以挑战自己啊，比如说再弹个降 B 调或什么东西，没关系，我们先弹个西调了。Take the ribbon from your head, shake it loose and let it fall, laying soft against your skin, let a shadow on the wall. Come on, lay down by my side.
yesterday they gone, and tomorrow out of sight, and it's sad to be alone.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I don't wanna be alone.Keep through the night。按着说什么？我看过有的人用，有的人怎么节奏，对不对哈？我这边常常节奏的点左右，点左右手，可能真的会有不同的方式。其实主要最重要，不管你左右手了。就反正那个点自己慢慢慢慢的，就是会慢慢慢慢的就会那个，当然是有些是像你左手也是那个点很多，那个你要有练过有个鼓点底的那种，他做可是他终结起来还是一样的，那点还是都一样，效果是一样的，所以也不用羡慕别人，你自己把自己会的，对不对？弹的滚瓜烂熟这样的。好吧，这个已经不错了，反正你们就是你们一直弹一直弹，对不对？你会发现不够的地方你就要慢慢慢慢自己去弥补它呢，对不对？就是比如说这，比如说这样，就是这边你们现在所欠缺的，我认为是比较可能是右手了，右手这滴嘟滴嘟嘟滴嘟嘟滴嘟嘟，就是右手啊，右手就认真试啊，你反正你们要多练一点，尽量去练。可是这都是时间的累积，这个这也是没办法了。就是，但是必须说你们已经算不错了，能够尝试就即兴，对不对？尽量去即兴就对了，很好了。就是目前。能够弹即兴的，就是尝试一下的，我看已经不多了啦，对不对？你自己当然永远不会满意的。好了，我们现在反正你们有空的话，就是到时候这个有空的话就来，就贝斯斯蒂克来弹一弹，到时候有贝斯再加上去，你会感觉到又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这个有一首歌我觉得你们也要练了，因为那个美玲你们听过吗？我都叫她才女，她会